梁国雄议员。主席，嗱，举一个例啊，一个官场嘅例，一个即系预言。梁国雄议员，你带翻个麦。系。即系首先讲个预言啦，大家听得咁闷。咁就话说咧，就开一个部长级，即系开一个部长级嘅会议。咁啲部長咧就話個話俾首相聽，話好危急喎啲嘢，個部長都同佢講。咁嗰個總理咧就話唔得㗎，我哋有規有矩㗎，係咪？唔能夠個都話急就去，就可以唔跟程序咁。咁話說咧就散會啦。咁開咗會好耐，飲咗好多水。嗰啲俾佢教訓嘅部長冚唪排曬都屙尿去廁所。咁佢喺後面，佢話：喂，俾我行先啦，我好急啊！嗰個又話：喂，呢啲唔能夠急事急辦嘅，有制度嘅，要排隊嘅，嗱，就係咁樣啊！你訓人哋嗰陣時候就話：哦，要有規矩，要有程序，但係你做其他嘢係咪咁咧？即係講翻得意呢件事，嗱，我舉一個好簡單嚟講執政嘅問題，執政嘅問題，當然兩件事未必係。可以相提並論，但係睇到一個政府嘅執政嘅技能，即係技巧。我唔知呢個主席記唔記得轟動一時嘅金禧復校運動，係咪？呢個港英政府夾硬封咗人家學校，人哋師生抗爭，抗到不相上下，咁咪急事急辦咯。那個社會運動越搞越大，係咪？咁咪。整一間嗱，你就去翻舊時嗰度做一間學校，我就去揾一間新學校俾你兩批，唔好拗啦，咁咪急事急辦咯，係咪？政府有咁嘅需要嘛？我諗呢度如果有翻上一年紀，記得呢件事，咁而家得意呢件事，有唔得咧？係嘛？即係你係咪你自己執政嗰陣時講話哦，民生無小事，急民之所急，你講嚟講去就係好似嗰個總理咁，自己急嗰陣時就得。人哋急咧就唔得。嗱，我都想講另一樣嘢。一個人無才無德無能咧，佢就只係一樣，即係話你如果你係無，你喺間公司嗰度做嘢，或者喺任何機構做嘢，你無才無德嘅就咩？就叫做擦鞋碌 up， 係咪？上邊話點做咪點做啊！嗱，所以呢個一個關鍵嚟，好多人就話喂。咁多個局長，咁多個局長，保安局局長都唔出嚟講，你就唔講呢一個其他嘅局長唔出嚟講，就係吳克儉出嚟講就話喂佔中唔得，梗係啦，佢喺佢個本行嗰度做唔到咁咪政府話邊講邊樣嗱，你好簡單，你睇到嘅。佢個心裏面嘅呢就係一樣嘢根本唔使佢去講嘅 ,CY 會自己嚟喺度講嘅嘢佢都搶先去講嘅。嗱主席突兀啦啩。所以我話你一個官制就係話一個唔稱職嘅人或者一個冇辦法喺佢個本行或者佢本職上面克盡職守嘅人佢一定係搵第啲嘢講。而實際上面係唔得睇嘅。因為如果犯法嘅嘢係由呢個律政司司長講，由保安局局長講，一律通傳。我唔知道主席即係記唔記得啦？喺呢個保釣運動嘅七七大集會嗰一晚，睇睇下電視都有個警務處嘅人員話：喂，今晚喺維園有個非法集會，嗱，各位家長你唔好俾嗰啲你嘅子女出街啊！如果佢翻咗嚟咧，你話俾佢聽啊，七七。維園集會保釣嘅集會咧係非法噶，人哋係咁樣講啊，唔會揾個都唔拉更嘅出嚟講，所以其實吳克儉唔得睇，越左代跑係唔啱嘅。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作為一個司長，你係教人哋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唔係懲教署署長，亦都唔係一個去執法嘅人啊嘛，你應該疏解嗰個學生嘅疑問啊嘛，係咪？正話舉話蔡元培嗰個例，佢咪一個好老師？係咪？呢個喪權辱國唔應該嘅，咁所以火燒趙家樓咧未必啱，但係你唔好捉我啲學生啊，係咪？我分得清是非㗎，係咁樣的角度噶嘛，係從一個話俾啲學生聽，你自己要諗清楚做乜嘢。
亦都叫社會唔好話喐下就喂拉你啊，你成世有事啊，係唔會咁樣噶嘛？係咪？實際上面吳克儉即係嗰個所謂佔中問題上嘅發言咧，其實就唔應該發嘅。咁所以就造成咗一個問題啦，就係令到曾德成都唔知點答。咁人問：喂，你嗰當年又坐監咁點啊？咁我何罪之有？嗱，我實講，你使唔使你嗰個咁嘅吳克儉走去越幫越忙呢？主席，因為佢唔係教育嘅人才，所以就搞成咁。嗱，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我正話講到就係話呢個大學教育嘅問題。咁又喺佢呢個揮下咧，又做咗一個喪權辱國嘅嘢喎，就係咧呢一個中策組咧，就伸咗隻手去走去搞呢一個大專院校喎。咁佢又唔講嘅喎。嗱，呢啲政策性嘅嘢啦。嗱，因為而家咧，梁振英上台之後咧，中策組就好多嘢做嘅。咁佢而家咧就點樣咧？佢就喺教資會嗰度咧，就攞走咗審批公共政策研究捐款撥款嘅職能。佢意思就係咩？由中策組去睇下以前唔係由中策組睇嘅嘢。嗱，好簡單，大學校長嘅遴選程序係相對獨立嘅，貫徹呢個院校自主。由呢個校董會成員同埋院校各持份者決定同埋進行遴選嘅，但係擴大咗中策組嘅權力之後咧，校長同埋校董會嘅主席同埋成員嘅任命咧，就由中策組去睇睇先，令到呢個大專院校嘅遴選權、用人權咧大權旁落。喂，主席，周瑜打黃蓋啊嘛！周瑜一棍勾落嚟，黄盖同佢串通嘅，咁啊拎个屁股去打打皮开肉烂啫。咁人哋而家呢一个大学本部，由学生去到呢一个大学嘅校长，都唔系黄盖嚟，都冇俾冇树个啰柚俾你打噶嘛，打军棍噶嘛，你就咁大力打落去。喂，阿哥，有冇咁样样啊？你咁样样嘅时候，呢、这个仲唔系侮辱斯文？是不是这个中策组的顾问邵善波在未经任何咨询的情况之下去信这个言资局，表示下年度开始言资局无需再管理和审批款项，工作将由中策组负责。喂，哥，是啊，你都不要写封信给人啊，是不是啊？食杯飲杯茶，食個包，摸下酒，就摸下茶杯底，傾下解釋俾人聽。哇！我真係好難。我哋發覺咧，我哋嘅政策之前有錯，錯咗之後咧，我想同你請教一下、請益一下，到底係咪應該嘅？呢個咪態度嚟咯，係嘛？你個邵善波一指，好似啲薄幸男人咁樣一指休書咁就算噶啦，係咪？糟糠之妻，棄之可也。喂，你明唔明啊？主席點解咁勞氣咧？其實我就俾人指係教壞人嘅，係咪？即係你梁議員，你喺個議會嘅行為咧，就令到我哋教唔到書啊！我哋家長好驚啊！各位家長、各位司長，我今日講嘅嘢啊，係本身係唔應該發生喺一個有呢個倫理嘅社會㗎，係咪啊？你有大權在握，就可以攞人哋嗰個尊嚴，攞人哋嘅權限嚟咩嘅咩？好啦，又跟住又插啊張志剛入教資會，咁呢個教資會本身係由呢個教育局去睇噶嘛？嗱，我唔係話主席你唔好誤會，我冇證據證明吳克儉叫佢哋咁做。吳克儉知道咗啲嘢嘅時候，應該係勸止。嗱，你佔中嗰啲關你咩事啫？係咪先啦？保安局局長去講又得，係咪啊？呢個強國元去講又得。名正而言順之後話，我話俾你聽，我哋有措施嘅啊！我哋政府最大嗰個律師講俾你聽係犯法嘅，咪正常咯、啊？使乜你去講啫？係咪？即係所以話上有好者，下有甚焉嘅。琴日梁振英都講啦，嗱呢只真係成個倫理真喺度嘅。佢竟然間話：喂，有啲中環有啲有錢人啊，啲商行啊，話會用循民事嚟
嚟禁制你啊，賠償。我話哥，你講乜嘢啊？呢個梁吳德健咪學咗佢個主人咯，即係唔適合嘅嘢博懵喺個 Q 喺人哋問佢嘅時候夾塞進私貨，係咁一卵嘴講咗出嚟就博大帽。嗱，其實吳克儉如果佢係有少少即係呢個做嘢嘅心嘅話，其實佢太多嘢去要去處理啦。好簡單，有一個學額回撥嘅問題。教資會建議喺2012年度至2015年度這個所謂學額回撥的比例呢是上升到 7.5， 它原來呢就不是 7.5 的。那這個大學一聽到咦喂你又搞我就爭取減到6%。嗱，呢個咁嘅講法又係侮辱斯文嘅。人哋嗰間學校收你嘅錢，你就話咧，喂，你要將呢一個回撥率啦，即係話咧，將第一年嘅學士課程嘅率咧，交翻啲出嚟俾咧出邊去競爭，攬翻落大海嗰度。喂，你揸住人條命，你就叫喂以前4%，而家搞7.5%，得唔得？即刻受到反對，天怒人怨。主席，到另一個問題啦，就是我講的吳克儉在這個處理這個國教的問題。國教的問題呢，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國教雖然間是說不會實行，但是有一個問題呢，就是說是通過其他的方式呢在其他的院校咧復活，嗱呢一個咁嘅做法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合適嘅，因為既然間咁多人係反對呢一個國教嘅時候咧，呢一個身為呢個教育局嘅局長啊，應該係明確有個政策咧，係令到呢個學校咧不能夠咧提供呢一個資源或者浪費資源咧，係去。做一樣咧，政府已經明文話唔使做嘅嘢，或者係唔會強迫做嘅嘢。綜合咁樣講嘅咧，我就覺得呢個吳克儉喺呢一個佢執政嘅，即係喺佢個局嘅執政嘅呢十幾個月之內咧，其實係唔應該再支人工，即係話其實佢應該係落台嘅。咁但係呢，又因為我哋呢度呢就唔能夠做一個動議呢，就係話叫個官員呢個罷免呢係需要一定嘅程序，彈劾需要一定嘅程序。咁我呢就唯有喺呢度呢就用一個減人工嘅方法呢，係代表嗰啲唔滿意佢執政嘅人呢係出一口氣。咁我將會呢就完結㗎啦，講吳克儉。咁我就由其他的同事看有沒有補充關於吳克儉的罪孽。梁議員，你每次發言呢都喜歡說一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個字呢擺在一句的尾應該讀粵語的第四個音，讀個言字，是的，讀言字我知道。那我怎知道你何時喜歡指教我，因為我讀言你又說焉，那你當然下必甚焉，我都知道。好。